北路国师大厦，101、28发生命案，你们赶快来救人！救命啊！杀人啊！这里。说你们这边发生谋杀案。谋杀案？你们家才发生谋杀案呢，你们家死人呢。杨总，最近常常有人开我们系统玩笑，你看会是谁在搞？我哪知道，明天我们到电信局去申请反电信电脑。事实是真这么无聊，要是让我抓到，非好好修理他一顿。喂，告诉你先生，别再纠缠我姐姐，否则啊，我会找人要他好看的。哎，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睡啊？我在跟同学聊天。佩文。你就把你穿好了。哎，佩文啊，我都帮你抄了3年的笔记了，你从来都不肯答应跟我参加一次舞会，这样人家会笑话我的啦。笑什么？谁规定我们一定要参加舞会的？你就答应我一次嘛，给点面子嘛。你不想去，我们就不去嘛。你真的那么想去？好吧，那我就陪你去一次喽。顺便去丰富一下自己，我倒觉得没什么不好的，至少可以暂时忘掉心里不愉快的事情。真正的不愉快，这个样子就能忘掉吗？佩文，我觉得这一年来你变了很多哎，怎么了嘛？告诉我，看能不能帮你的忙。没什么，走，明天我去。哎，子珠，哎，今天来这。哟，你找我这么漂亮的朋友？我同学张佩文，哎，那一块长大好朋友张杰。哎，乔子，正点喽，你终于约到你的梦中情人了。哎，你这胡说八道。哎，他叫小慧，我马子。你们好。哎，怎么样？我们这要去北海岸，要不要一起去啊？到这个关闭的海水浴场来看浪花是最过瘾的，哎，你们觉得呢？哎，你们别像是我欠你们800万似的好不好？哎，我带你们来看海看浪花就是要跟我一样嘛， happy 一点嘛。哎，你瞧瞧你们这一个个的这副德行。哎，看浪花有什么好 happy 的呢？这能不能 happy 啊，全在你们自己了。可是我看到这么辽阔的大海啊，我的心呢也跟着开阔起来了，所有的烦恼都随风而逝，这一切就好像又重生了一样。哎，这样我就很 happy 了。至于你们怎么样，我就心属波浪灾喽。小慧，别理他们，我们去玩去。各位，要不过去玩玩？怎么，
生他的气了。别介意他的话，他这个人啊，一向有口无心的。我很羡慕他。为什么？至少他还有一个方法能够解决自己的烦恼。你有烦恼吗？你告诉我，我会尽全力帮你解决的。我的烦恼是没有人能够帮得了我的。你说说看呢，说不定我可以帮得上忙啊。不谈这么多了，走，我们去玩水。来，来，来，擦擦。来，我们擦。哎呀，好痒哦。来，老魏，我们赶紧上车走。等一下，你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回来，你上哪去了？我跟朋友到北海岸去玩了。哎，佩文，你跟朋友出去玩我是不反对了，可是你至少应该先打个电话回来让我知道一下嘛。阿姨，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相信我可以照顾到我自己，况且我有我自己行动的自由吧。我不是想管你，可是万一你……你说你要我怎么跟你爸交代呢？啊，等爸回来我自己会跟他交代。国际台，对不起，我拨错了。知道你还没有睡，我们聊聊好不好？我知道你对我跟你父亲的结合很不谅解，可是我希望你千万不要因为这样而作践伤害了你自己，那样子只会让你父亲觉得更伤心更为难的。我知道你很爱你父亲，而我所爱的人和你爱的是同样的一个人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尝试着做朋友，让我们共同所爱的人也觉得快乐？佩文，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从来没有要代替你母亲的念头，我也没有要跟你母亲做比较的意思，只希望你能把我当个姐姐，当个朋友。既然你现在还不打算跟我谈，你就好好休息吧。不过我希望能够在睡着以前再好好的想一想。我是一直很希望你能接纳我。207号，发现有强盗。太太，就这两位警员找你有事。好吧，那你去忙吧。请问有什么事吗？请问你们家的电话是不是836251？是，怎么了？根据我们的调查，有人利用这次电话跟我们开玩笑，谎报刑事案件。哦，这不大可能吧？请问府上除了你之外还有其他人吗？我先生现在出国去了，只有一个女儿跟我住在一起。我能见见他吗？他昨天睡得很晚还没起来呢。
那请问你女儿房间里面有没有分机？很抱歉，那只好吵醒她。我才不会做这种无聊事呢。可是我们反侦查系统查到的就是你们家的电话号码，这怎么解释呢？我怎么知道？那我们只好请两位到我们局里面去做一次声音比对。我为什么要去？佩文，杨组长，我相信我们家佩文他不会做这种事。会不会是你们的机器坏了，跳错了号码？张太太，你认为会吗？杨组长，如果你真的认为这件事情和我们家有关，那我只好请我们家的律师来出面解决了。原本我们只是想做口头上的申诫，既然杨太太这么慎重其事，那我们也只好秉公处理。对不起，打搅。佩文，又怎么样嘛？警察已经找上门来了，我想知道你究竟有没有做那件事。有又怎么样？没有又怎么样？佩文，你看到我对警察的态度，你应该相信我，我是站在你这边要帮你的耶。帮我？帮我还问我这么多？要是爸在，他才不会这样问我呢。哎，喂，国际台，是，麻烦你啊，帮我接一下美国旧金山希尔顿饭店。对，我要找一下江伟文先生。哦，我这里的电话是836-2521。哦，我姓沈，沈君如。是，谢谢你啊。少爷，再拿一瓶来。佩文，你怎么了嘛？我今天小孩子下都不行啊。可你这样喝下去会醉的。醉有什么关系？醉死最好了。反正因为你不关心我，连我有事，我老爸也不会回来看我。小姐。来，就喝一下。小姐，酒不是这么喝的。林姐，你来的正好，带我去北海岸看浪花吧。那边最近最好少去。为什么？听说那票飞车党啊，最近做了不少杀人强暴的案子，我们何必去自找麻烦，惹祸上身呢？所以啊，最好少去为妙。江小姐的交友情形，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可寻。孟非，你立刻申请反电信侦查系统。是。歹徒除了钱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要求？哎，伟文，这怎么回事啊？佩文被人家绑架了。那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千万不能伤害到佩文呢。我也是这样想啊，可是他们说要你去交钱。要我去交钱？是啊。那这位是？这是刑事局的杨组长，这是我先生江伟文。哦，你好，杨组长你好。我凭良心说，我不希望警方介入这件事情。伟文，是我去报案的。有警方介入这件事情，会影响到佩文的安全。江先生，我认为你的想法不对。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也知道
你们会全心全力的帮助我们把佩文找回来。可是歹徒现在要的只是钱，而我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不希望你们警方介入，而是歹徒不敢露脸，做出伤害佩文的事情。江先生，我了解做父母都关心自己的子女，但是你也应该了解，歹徒很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安全，等拿了钱以后一样会伤害到人质的，所以我们必须先抓到歹徒，才能确保令千金的安全。我明白你说的道理，可是我不能拿我女儿的生命来开玩笑，所以我希望你们离开这里。江先生，这种掳人勒索的案子，就算你不跟我们合作，我们也会主动侦查。那是你们的事情，你可以请了。江先生，我可以先离开，但是整件事情，希望你心情平静以后再考虑。杨局长。不管江伟文的态度如何，掳人勒索是重大刑案，我们一定要侦破。林龙，暂时放下手边一切的案子，全力追缉歹徒。是，江总，调查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哦，就等中华他们几个回来报告。队长，歹徒打勒索电话来了。张先生，目前你的女儿很好，不必担心。哎，你们要钱，我可以付给你们。可是你们一定要答应我，绝对不能伤害我女儿任何一根汗毛。那就要看你的诚意了。你怎么说，我怎么做，这可以了吧？好，不过我知道你已经报过警了，这个电话不安全，所以呢，我只跟你谈到这儿。下午你到公司等我电话，我们再来谈其他细节。喂，喂，能不能让我跟佩文说两句话？喂，喂，怎么了？喂，他挂断了。那怎么办呢？燕燕，立刻联络中华，看到有没有收获。是。我是中华，没有发现可疑人物。那你就赶回队部吧。看样子，这批歹徒连我们追踪的方式都很清楚。我去申请监听江伟文公司的电话。好，组长，回来。来，查得怎么样？江佩文在学校的生活很单纯，没有亲密的朋友，不过有个叫孟之中的男同学跟他走得比较近。查过没有？今天请假没到学校去。请假？他住哪里？去找他。组长，不用了，我去过，他不在家。这是干什么？很抱歉，我们这是奉命行事。我不是已经说过，我不希望你们插手这件事。这是检察官的公文，如果你有什么不满意，可以找你的律师。怎么样？哎，请问中心，我是杨总。江伟文已经出来了，我会负责跟着。其他各自注意，千万不要跟丢了。组长，怎么样？江伟文刚才通知他太太，赎人的钱跟交钱地点，他已经派人送给他太太。立刻叫文辉起帮了，赶过去。还有，通知杨桐拦下江伟文。是，怎么会这样子？不知道。大哥，我又犯了什么罪了？你心里有数，我到局里去。董事长交代的东西呢？都在这边呢。那快送我去，快！
江太人呢？他们刚走了。怎么这么不凑巧？爸。佩文。佩文。爸。来来来，回来就好，让爸看受伤的呀。没有，爸，我好害怕，我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你陪我好不好？你不要离开我嘛！爸爸以后再也不出去了，一定好好陪陪你啊！先生，有位警官要见小姐。江先生，恭喜江小姐安全的脱险回来。不过，在侦缉犯罪的立场上，我们希望江小姐能够提供最确切的消息。他刚从歹徒那里回来，身心都受了很大的打击，我不认为他现在能够提供你们任何的消息。我们很同情江小姐的遭遇，也很抱歉在这个时候来打搅她。不过现在应该是她记忆最深刻的时候，所以我们必须靠她的合作才能逮捕那些歹徒。江小姐，请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协助我。勒索的经过，我觉得整个案子似乎另有隐情。为什么？我们现在把他的证词来过滤一遍。他说，在他被绑架的那天晚上，待在家里心情很闷，想出去散散心。到了海边以后，没想到就遇到飞车党，才被绑架。但是，经过中皇他们的调查，事实并不如同他所说的。根据江佩文所指挥的摩托车骑士，这些人我们全找到了，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有确实的不在场证明，而且肯定不认识也没见过江佩文这个人。至于他所说的被藏身之处呢，文辉他们呢也去查过了，现场呢没有留下任何的食物或是饮料。哦，还有那间屋子根本不像是有人待过的样子。除了这些疑点之外，让我觉得最有问题的是这些歹徒，他们怎么会知道江佩文父亲啊每一种联络方法，甚至于啊连他扣机号码都知道，而最后呢还是利用扣机来避开我们的电讯追踪的，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的联络方法呢？这可能是歹徒威胁江佩文说出来的。不错，是有这种可能。可是巧的是，不久之前呢，杨总才侦办过江佩文他利用电话谎报的案子。对，在前一次的案件中呢，他可能知道我们电讯追踪的侦查办法，但是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他如果需要钱用，他家里会不给他？当然，目前我们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可是他的行为呢，已经有了犯罪的倾向。如果今天我们不遏制他，将来必然会发生更大的悲剧。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除了继续追查在北海岸一带活动的飞车党之外，如果正如我所推测，那目前的重点就是找出江佩文呢，他做这件事的动机。陈组长分析的不错，我们大家分成两组，按照计划进行。是。哎，总算来了。干嘛？先进来再讲吧。哎，佩文。这钱该怎么办？放在你这里啊，你怕什么啊？佩文，你不知道啊，我问过别人，像我们这种绑架勒索是要判死刑的啦。哎呀，这个事情只有你知道跟我知道，我们不说谁会晓得啊？可是，不要再可是了啦。你自己说过你愿意帮我做任何事情啊，现在只是一点小事你就怕成这个样子。哼，有什么好怕的？有什么事情我一个人担总可以了吧？佩文，
我不是怕，我只是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做这件事的，还是把钱还给你爸爸吧。不，看到这笔钱，我才可以知道我在我爸心中的分量还有多少。难道说，你爸爸把钱看得比你还重要吗？那他怎么会拿那么多钱来救你回去呢？我不是这个意思。这我就不懂了。你还记得你曾经问过我烦些什么吗？跟这件事有关吗？只有这么做，我才知道我爸爸是不是还爱着我，关心着我。我还是不明白。在我十岁的时候，我妈就去世了，我爸一直陪在我身边，一步也不离开。我需要什么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可是，从他有了现在的阿姨，他就专心于他的事业，连我的生日，他都在国外没有回来。打电话回来，也是跟阿姨说的多，跟我说的少。我真怀疑我爸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女儿。可是他这次特别从国外赶回来，又花了那么多的钱救你回去，足以证明他还是爱你关心你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把钱还给你爸爸，把事情告诉他，等他知道原因以后，我相信他会更爱你的。不，我不能让我爸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你忘了吗？我爸现在还有个阿姨在，他不会谅解我这种做法的，他反而会认为我耽误我爸的事业。那你认为经过这一次以后，你父亲就不会再离开你了吗？我不知道，如果这一次我爸再走了，我还是会想别的办法的。到那个时候你还会帮我吗？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帮你的。爸爸之外，对我最好的人。哎，唐杰，哎，对不起，打扰你了。你不要胡思乱想好不好？是不是？这，哎呀，等一会儿我再来找你好了。哎，客人也不是外人，进来再说。什么事啊？快说。我跟小慧出了点麻烦，需要10000块才能解决吗？哎，什么麻烦？啊？哎，我也没那么多钱啊。哎呀，我知道，但是你多少帮我凑一点嘛。志忠。啊。唐杰。这个钱我帮你，明天你来拿。江慧文，你真够意思，谢了。哎，我回去跟小慧说，让她放心。哎，谢谢。哎，志忠，我先走了。哎，谢谢。哎，慧文，你哪来那么多钱啊？喏，这不是钱吗？啊。哎，这钱不能乱用的，等到有机会还是要还给你爸爸的。帮朋友的忙也是应该的啊，你放心，有机会我会跟我爸爸解释的。是搞定了，幸亏啊有公司中他妈帮忙。哎，你今天也是他请客的？宋之中什么时候认识那么海的马子？哎，哪天介绍给我们认识认识怎么样？人家可是规规矩矩的哦。
你堂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乖了？啊？堂姐，今天我有事先走一步，改天我们再谈。我看了你对文辉起帮报告的批示，目前一切都很正常，有必要继续跟踪下去吗？到目前并没有其他脉络可循，我想不妨让他们继续盯盯看。可是光是跟踪会有结果吗？队长，江佩文电话谎报的案子还没有处理呢，要不要借这个名义调过来问问看？这么做当然有可能可以查到一些线索，可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江佩文他做这件事的动机。那你们两位就辛苦一下，到时候给我一份完整的报告。是。还不错啊。堂姐，堂姐，堂姐，子聪，你怎么了你？欧阳他们把佩文抓走了。那你报警了没有？我不能去报警嘛。为什么呢？哎呀，有些事你不知道的啦。堂姐，你跟欧阳是好兄弟，你帮我打声招呼，叫他们把佩文放了吧。那你等我一下，我进去拿个东西。猴子，如果照按老师讲的话，那我们就得花了。那我们先找孟之东，把那钱给洗出来。哎，你急什么？孟之东又跑不掉。大哥，我不明白，这又怎么说呢？啊，你真笨。他们玩过的游戏，我们也玩一遍呢。啊，哼。你们是怎么做的？说说听听。哼，不说是吧？不说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欧阳，欧阳哥，世聪跟大家都这么熟，你这么做不好意思吧？什么？堂姐，难道你也想插手这件事情？不是，欧阳哥，我是来跟你讨个人情的。我看这件事情我不能答应你。欧阳哥，那你就不怕他告你啊？你要告我？告什么？绑架。你要搞清楚到底是谁绑架了谁啊。
去告啊。我犯了什么罪，哎，你可也一样啊，去告啊。我要告，那你是决定不肯放人了？唐姐，你不觉得你的废话太多了？那怎么办？根据被逮捕欧阳他的供词，还有这个包包里面钞票的数目，已经可以完全证明上回的勒索案是江佩文还有孟志忠一手所策划。那他们人呢？我也正在为这个担心。在目前他们走投无路的状况下，千万不要再做什么糊涂事才好。我到医院去看看唐杰醒了没有，凭他为他们两个卖命的交情来看，说不定知道他们两个躲在什么地方。而且一定要说服唐杰说出来，我们才来得及阻止他们做更多的错事。醒了，你还在干什么？该说的我都已经告诉你了。我知道你很合作，但是我希望你再合作一次，告诉我孟志忠跟江佩文现在可能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唐姐，你应该相信我找他们并不是为了要抓他们。你想想看，他们现在没有钱又无依无靠，换成是你，你会做什么事呢？不管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都是一种伤害，不是伤害别人就是伤害自己。难道你愿意看到你的好朋友会发生这种事情吗？是要被判死刑的，你没看我报警，掳人勒索罪这是唯一死刑的。我爸会帮我解决的，他一定有办法帮我解决的。你别说傻话了，这种事啊谁也帮不上忙的。那我们就一直这样走下去吗？佩文有没有在你那儿啊？没有啊。你知不知道是不是到别的同学家去了？不知道啊。好，谢谢，谢谢啊。怎么办呢，先生、太太，杨警官来了。哦，杨警官。杨警官，怎么样？有消息了？还没有，我是来向两位打听，知不知道他有什么常去的地方？
很抱歉，平常我们都很忙，很少注意到这方面的事情。我了解，现在这个社会每个人都太忙了，我告辞了。杨处长，有事吗？佩文他们会不会有罪啊？在基本上他们是犯了刑法上的诈欺罪，我想法官应该会考量到他犯罪的动机是希望你们能够多关心他爱护他，应该会重新量刑的。我走了。过了，我不想办法脱离这种日子的。怎么想？你不是说这种事没有任何人帮得了我们吗？还有什么可以想的？志忠，我不想再过这种日子了。忍耐点，我们会想办法脱离这种日子。不，志忠，我是说真的，我不要再过这种日子，我们一起去死好不好？你在想什么？那话还是和以前一样，可是我们却不一样了。可是我们关在这儿也不是办法。不，只有坐在这里看浪花，你才可以忘掉所有的烦恼，重新的飞回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不像现在一样。我希望我们在另外一个世界还能够跟你快快乐乐在一起。佩文，你不要过来，我不要去坐牢，我会自己解决我自己的，不要过来。佩文，你不要做傻事啊，你已经改过，他们不会要你去坐牢的。我们不是来抓你回去，我们是带你爸爸来接你回去的。佩文，你要相信我，你赶快把瓶子丢掉。佩文，你爸爸已经答应我，他要把公司里的事情都交给手下的人去负责，他会有时间陪你的，真的。佩文，不，你们都在骗我。等我跟你们一起回去之后，你们还是会像以前那样子的对我，尤其是你，我不要跟你们回去。不，佩文，你要相信我，佩文。佩文，我已经跟你爸爸商量过，为了你。我愿意离开你们家，你千万不要做傻事，不要让我们所爱的人伤心难过，好不好？佩文，你可以不相信，可是你要为你爸爸想一想，他已经为了你好几天都没睡了，你知道吗？
还好没有白忙。人总是为了忙而失去原本应该珍惜的东西。我们帮他们找回来了吗？